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何事值得恭喜啊？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，四星齐现。我昨夜算了一卦，乃大吉。四星齐聚的位置位于东湖，陛下，这东湖之中必有大吉之物，能助陛下统一天下。当真？恭祝陛下早日一统。凌霄回来了吗？恭喜凌将军旗开得胜。天印为朕卜了一卦，说天有吉象，东湖之中将有一宝物，助朕成就大业。明日你就去办这件事，一定要把宝物找到。天印不过是一介素士，陛下，他的话你不用太在意。我乃天子，是上天指派掌管天下之人。天印是国师，是钦天监，是领悟天意之人。此刻天意让我成就大业，你为何怀疑？臣不敢。我和陛下的三年之约已到。这么快？时光荏苒，这三年时光一晃就过去了。你真的要走吗？朕一直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无双不能和你一起随朕坐享天下，非要回到那所谓的江湖。现在看来，有些路注定是要有人走的。陛下说的话，无双也说过，但多了一句。多了哪句？无论结局如何，想来，有些路终究是要有人走的。其实无双和朕一样，都是那种孤注一掷的说法。只不过到最后，你们都会离朕而去。那时候朕呢，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东湖寻宝一事，就当作是朕托付给你的最后一件事。事成之后，你想去哪里，朕绝不勉强。将军，那是在干什么？这是为国师搭建的祭台，说是宝物现身之时，他便要开坛做法进湖。今天时候不早了，就到这儿吧。是，将军。你不在朕身边，将来怎样？朕真的不知道。Thank you.
李大人，你注意一些形象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大人爱吃，随他去吧。陛下注意不到咱们。好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顾家。陛下，此乃怪象，是否跟近日城中出现的女巫有关？臣参见陛下。凌将军，尸体看到了。陛下，此时女巫再现，是不是为了东湖之宝啊？女巫再现绝不是偶然，东湖寻宝一事，不能再有任何差池，此案就交由你查办。遵旨。我这可是上等的玛瑙啊！赶紧把这血迹给我擦掉。是，真晦气。大人，该起来用早膳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啊！将军，不好了，又出事了。薛大人的事知道了吗？有人。要祸乱宫廷啊！陛下可是得到了什么消息？还需要得到什么消息吗？东湖之宝现身之时，两名朝廷大员纷纷死于非命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什么吗？有人要阻止朕一统天下的大业，臣这就去查明清楚。凌霄啊，你走后，朕如同失去了手足啊。凌将军来了。两具尸体有什么可疑之处？李大人是暴尸而亡，薛大人是吞金而亡，两者看似没有关系，但之前我在李大人口中发现了一块黑斑。帮忙！看，这里也有一块，我怀疑他们吃了某种药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蹊跷。何事？李大人昨日送来的时候，我连夜给他做了检查。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
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。起初我以为自己太过于劳累，眼花了。等薛大人的下人把薛大人送来，昨夜就在府中听闻有女子的哭泣声。那你们有没有看清女子的模样？那女子来无影去无踪，跟鬼魅一般。听闻城中闹索命女巫，这薛大人、李大人死得如此蹊跷，会不会跟女巫有关？这湖前一时还平静无波，突然就起了巨浪，掀翻了在湖上搜索的几条船，船上的人都受了伤。可这么小的湖，掀起这么大的浪，着实有些诡异。会不会真有女巫？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将军。陛下怎么来了？出了什么事？不过是疾风掀翻了几条船，将士们并无大碍，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探宝之事查得如何呀？还在找。凌将军，如果在初五之内再寻不到宝物，四星移位，到时候再捞上来也无用了。此事不能再耽搁了，再调派些人手来，日夜不停，继续寻找。是。东湖之中将有一宝助朕成就大业，你为何怀疑？我和陛下的三年之约已到，东湖寻宝一事就当作是朕托付给你的最后一件事。事成之后你想去哪里，朕绝不勉强。夫人，三年之约已到，你可准备好离开？胡说。将军，宫里来人传唤。无论结局如何，想来有些路终究是要有人走的。天下不定，受苦的是百姓，我想再帮帮他。打打杀杀，受苦的就不是百姓。你我当初行走江湖的目的是什么？行遍天下，活得潇潇洒洒，路见不平，打得痛痛快快。可如今是乱世，你我怎能只顾自己，痛快潇洒？学艺多年，却藏于江湖，那我学它有什么用？可你根本就不属于那里，官场、皇权、天下，怎么会像你想的那般简单？我管那些做什么？我只做我的凌霄，做我该做的事情。那我的凌霄呢？等我三年，等我建功立业之后，一定带你去过我们想要的生活。三年之后，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？罢了，就三年。若三年之后你还不愿随我离去，我们便相忘于江湖吧。启奏皇上，林将军府去了个女子。
灭口。王要杀你，不要怪我。杀了我，你们也活不长。为什么杀那两个砍柴人？你是谁？和他们一样，行路人，凌霄。两个一等一的剑客，恰好出现在此刻。说吧，你们为谁做事？为他。他是谁？女华佗，烈无双。看来是多说无益了。是。多谢二位出手相救，我是太子孟宝元，襄王要杀我，求求你们救救我。于大人，这送尸体的人也太不讲究了，从粪池子里捞出来就往这儿送，也不清清干净。二人是如何而死的？于大人是掉进粪池子里淹死的，这徐大人是精尽而亡。可有在他们口中查到黑斑？有。不但他俩有，我今日发现李大人、薛大人口中的黑斑越来越重了。
你之前说过，有可能是某种药物所致。极有可能。也许他们的死是同一人所为。听闻此地千年之前爆发过女巫之乱，后来女巫都被烧死了。据说那些冤魂一直在此地游荡，寻找合适的身体上他的身，再次祸害人间。如今位高权重的四位大臣相继毙命，你说会不会是女巫？将军，宫里来人传唤，陛下命你前去议事。我怀疑这一系列的案子是同一人。同一个人？陛下，我也同意林将军，我认为这一系列蹊跷的案件乃一人所为。怎么说？昨日观天象，城中有灾星，这灾星的光芒已经盖过东湖宝。如果这女巫是灾星，想必是来阻止陛下寻找东湖宝物。他也是为东湖之宝而来呀、啊，陛下，这东湖之宝一直未有寻获，想必是跟这个女巫有关。臣推测，这女巫定是他国派来阻止陛下寻宝，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。这世上何来女巫？凶手用这种古怪的手段夺人之命，一定是为了混淆视听，其目的是什么？待臣查明之后就清楚了。如此说来，林将军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呀？难道你也不相信陛下统一天下大业吗？臣只是觉得此事蹊跷，有待查明。如今死的人都是当年助阵登基的功臣，事关重大，朕不能不给天下个说法吧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，记住，是尽快。是。无双，你为何出现在这儿？你为何出现，我便为何出现。你也在调查此案？这些死人生前都服用过一种药物，名为噬魂散。噬魂散药物并不会致命，但它却能让一个人神志失控，而且药物对每个人的影响是这个人自身的欲望和恐惧而定。有些人被贪欲控制，而有些人则因为恐惧而作茧自缚。也就是说，李忠贪吃便死于毫无节制的食欲，薛青山贪财便死于吞金，许世良好色便是那样的死法。可那余素一生清廉，他的心魔又是什么呢？自然是名声。余大人，他对声誉有着特殊的执着，一生谨小慎微，生怕行差踏错一步，
因而污名，便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。那般死法也是戏谑，而且噬魂散非常难以配置，我也只不过在师父的遗书当中读过，师父曾说过此药已经绝迹，所以我才好奇前来一探究竟。那你是如何知道他们服用了噬魂散？他们口中的黑斑便可验出噬魂散，我方才已经取了一些，很快便可告诉你答案。孟兄，皇上已经允许我办完此事便可离开了。那需要多长时间？一个月还是又三年？不会太久，有你帮我，我们会尽快结案，早日离开这里。怎么会那么容易啊？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们都还不知道，这些人行事诡异，阴毒狡诈，想来其目的也不只是杀几个朝廷大员那么简单，而且死的又都是辅佐孟宝元登上皇位的人，这事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管他们有多可怕，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找到凶手，寻到东湖之宝，至于他们背后有什么阴谋，我毫不在意，我想皇上也会让我早日脱身。你已深陷其中，不会走得那么容易的，如今我们只能共度难关，听天由命吧。我对你亏欠太多，事情结束之后我绝不离开你。看缘分吧。如果当初我们不走就好了。驾！驾！驾！Yeah.
是他吗？走，过去。把女巫带回去。住手！林将军，我是受陛下之意，前来捉拿女巫的。你休想随便算一卦，就在这妖言惑众。她是不是女巫，可不是我算卦算出来的。她是赵武作指认的。这女巫，夜闯武作坊。她看到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你不可以这么武断抓人。我是奉旨行事。素难从命。带他走。林将军，您这是袒护女巫不成？他乃是药仙唯一弟子，亦是陛下的旧友。女巫一说，着实荒谬。既然是陛下的旧友，如果想清白，就应当回去把话说清楚罢了。林将军又何必挡在此处，让下面的人为难？无双绝非女巫，女巫制造命案引起恐慌。陛下，这其中必有误会，他和这些命案毫无关系。千年之前，女巫曾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如今女巫若是为了宝物而……您被追杀，是无双舍命相救。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您是太子。五年，我们南北征战，辅佐陛下，终归皇位。恐怕是想阻止陛下寻找宝物。皇上可还记得？不堪设想。陛下。是无双啊！三年的时间，足可以改变一个人呐。说的正是陛下，女巫居心叵测，如今锁了那么多人性命，未免她继续祸害后蜀，应当速速处死。皇上，无双就在外面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判断，她是不是女巫。为什么你？松马！无双，多年不见，可好？悬壶济世，过得还算舒坦。一身的云淡风轻啊，你依然是你。放心。朕不会怀疑你。你和凌霄不仅是朕的臣民，更是朕的朋友。我总以为凌霄有一天会受不住你那看破一切的样子，没想到啊，凌霄心里一直想的不是建功立业，而是你。我始终在这里，是否回到我身边是他的事。也罢，你二人就帮朕把此事查清楚，待东湖之宝现身之时，任由你二人自在潇洒去。陛下，无双现已发现噬魂。陛下，快看，果然是女巫。陛下，
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请陛下不要再被女巫所迷惑，尽快出杀。陛下，无双她不是女巫，她可能是中了毒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她，我看你是被她迷住了。陛下，她可是无双啊！速速将这女巫押入大牢，听候问斩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请你给我三日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两日，我只求两日。念在旧情，我只给你一日。李太医，她怎么样了？林将军，这姑娘脉象正常，身体并无异样。她没有中毒吗？中毒？臣检查的非常仔细，并未发现任何中毒迹象。在下告退。你干嘛？你刚才怎么了？只觉得刚才脑子一阵眩晕。刚才发生什么？你都不记得了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也就是说，刚才我在孟宝元房里突然失去了心智。是不是噬魂散？噬魂散不会突然让我没了心智，也没了记忆。你想到了什么？西域有一种蛊，一旦触发便会如此。检查一下我的衣服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在树林里与我交手的人不少，他们都可能下手，但我觉得最可疑的还是那个天印，他也在御书房当中，可以掌控触发蛊虫的时机。天印，别动！我们现在没了证据，此事恐怕还需要从长计议。你当众刺杀皇上，理应当斩。我苦苦哀求，皇上念旧情，给了我们一日的时间去证明你的清白。看来我们是已经卷到案子里去了。将军，宝物找到了。
好，快去禀报将军，顺便把国师爷请来。是。林将军，东湖有发现，请您速去查看。是。应该是找到了，无论如何也算是奇功一件。你跟我去向皇上解释，你是遭蛊虫迷惑，我想皇上一定会开恩，不再追究此事。但我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等我，我去东湖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林将军。林将军赶往东湖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听不懂林将军的话。我说的什么你最清楚。我一定会找到你杀人和嫁祸无双的证据。林将军想救自己心爱的人，可她是女巫，不要让她迷惑了你的心智。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林将军，我给你提个醒，陛下才是一国之君，你说他会信一个乱他社稷江山的人，还是会信一个帮他一统天下的？陛下是明君，不会相信小人之词。什么女巫，都是你一派胡言。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林将军，你真以为陛下会全然相信？你可知你身边的副将需向陛下汇报你的一举一动？你信口胡言。烈无双死无葬身之地，下一个便是你。住手！林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陛下，想必林将军一时受女巫的蛊惑，才鲁莽行事。待女巫一除，林将军便像过去一样忠心于陛下。陛下，无双确实是被不要再说了，朕现在不想听这些。你二人都是辅佐朕的重臣，不要再互相猜忌了。东湖那边已经有消息了，孰重孰轻，你们心里应该清楚。Thank you.
博士，此物是否就是传说之中的宝物？正是此物，待我起步后速速将它送回宫中，择吉日让陛下开箱取宝。是。这是噬魂散吗？很像。噬魂散当中有一味名曰青梨的药，气味如桂花，生长在冰天雪地之处，十分难采。师父说过，此药可能已经绝迹，所以噬魂散才会消失于人间。这药便有淡淡的桂花香气啊。嗯，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它十有八九可能就是噬魂散的原因。对，我还在他房间找到了此物。血蜈蚣，他的血便正是噬魂散的解药。我这就拿着他去见皇上。哎，等等，若这一切都是天意的阴谋，那他必定还有其他的诡计。万一这些不是噬魂散的话……没时间了，只希望皇上能信我这一次。哎，如果他不信你的话，那你这些年待在他身边意义何在？陛下，臣已在湖边搭起了镜台，等册封那日起，请陛下。你还敢欺瞒陛下多久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噬魂散。在无双师父的药仙毒谱中有所记载，它能够乱人心智，放大一个人的贪念和恐惧，从而控制生死。此药便是我在天印的房间发现的。林将军，何以认定此药乃噬魂散？噬魂散中有一味药极其难寻，类似桂花的味道，此药便有淡淡的桂花香气。陛下，林将军看来被女巫迷惑得不轻，此药是我酿制的桂花清心丸，毫无毒性。平日我占星需要大量的精气神，有时会头痛心悸，此药多有舒缓作用。林将军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吃上一粒。啊啊！林将军，我要失去心智吗？那是你早有准备。你用血蜈蚣的血来化解噬魂散的毒。陛下，这便是血蜈蚣。陛下，你若不信，我愿意一试。陛下，看来林将军已被女巫所控，失去了心智，才会有如此失常举措。陛下，东湖宝物已寻到，还请陛下尽快下旨烧死女巫，待我算出吉日，好开箱取宝。陛下，你不要再听他满口胡言了。我看，满口胡言的是凌霄凌将军你吧，陛下。信我！来人，
请凌将军去偏厅休息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他出来。传令下去，今夜亥时在北门火烧女屋。是。凌将军，请。凌将军，您这是要反吗？孟宝元，你忘了当初我们的誓约了吗？当初说什么共创一个太平天下，如今违背誓约的是凌霄你吧？给我将这逆臣拿下！站住！孟宝元翻脸了，是天音背后设计我们。为什么？出去再说。嗯。陛下，凌将军闯进了刑部大牢。陛下，不能让凌霄就这么跑。说我们拼杀一生为的是什么？孟兄说过共创一个太平天下，那江湖又是什么？什么地方都可以叫做江湖。江湖不过是人的意愿，在我看来，有情才有江湖啊。你的伤口需要马上处理，我们走。走。慢点。若当初你愿随我一同离去，或许就可以远离这些争端，如今也不会。我不曾想过他现在是如此的荒唐。权势是最易让人生变的东西，这一剑伤得并不重，为何你会如此疼痛？没事，我思来想去，天音部的这个局真正的目标怕是陛下。他已对我们赶尽杀绝，
你还担心他，你就不怕自寻死路？如果他真的遭遇不测，时局动荡，国内大乱，最后遭殃的一定是百姓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这样生灵涂炭。你不觉得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吗？你我不过都是普通人，以何力来背负着天下苍生？不，只要我们心中有侠义之心，就不可能是普通人。好了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都等明日伤口好些再说。啊，来，先休息一下。若不是为了凌霄，我真不愿意再见到你。今夜我前来是为了告诉你，四位大人的死，表面上死状各异，毫不相干，其实他们都是中毒而亡，而所中的正是噬魂散。孟宝元，天印他利用卦象称所谓的宝物能够助你一统天下，接着在城中散布女巫的谣言，并且接二连三的制造命案，将矛头指向于我，陷害我是所谓的女巫，离间凌霄这个你最信任的心腹。我想他的目的正是想借噬魂散控制你，从而控制天下。孟宝元，以前的你可不是这般糊涂的，你曾经是值得我和凌霄托付性命的朋友。他为了助你完成大业，甚至没有答应与我归隐。他对你如此忠心耿耿，到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你的穴道一个时辰便会自行解开，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想一想，谁是你的敌人，而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不会让你再迷惑陛下了。你会武功，将军，我今天做的一切也有你造的一份孽。我的本名叫李烨，李仁翰是我的父亲。化名天印，接近孟宝元只是我复仇计划的一小部分。他那么相信我，只能怪他。
杀那些无辜的人又是为什么？无辜？要不是当年他们怂恿孟宝元起了杀念，我爹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那个宝物箱里装的是什么吗？是我特制的宝剑，上面全是噬魂散。只要孟宝元拿了那把剑，他就得听我的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便是我李家的。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被发现，可一旦错过治愈时间，便会致命。孟宝元为什么会用毒箭？难道他一早就想置我们于死地？不，一定是天阴从中作梗。此毒有解药吗？有你在我身边。凌霄，凌霄，凌霄！天地合一，至尊无上。你且等等，药就快熬好了。我要出去。凌霄，不管他要干什么，你都不要再管了。我必须马上带你去天山寻药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不能让陛下一个人在那里。你就不能为自己想想，也为我想想？如果我真的走了，天下落入贼人之手，陷于乱世，纵使我活命，也难心安。无双，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行走江湖的初衷吗？不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消除这世间的恶吗？既然今生许了你，就算死也一起吧。
道，请开箱取宝。报，报告陛下，林将军闯进来了。林将军咋来了？林将军闯进来了。住口！都给我出去！陛下，此时不可分心。你们俩也去看看。是。听信天印的话了，他其实是李文汉的私生子李烨。陛下，不要再听信这个逆臣胡言乱语了，错过了吉时就麻烦了。陛下，孟宝元，他是要救你，你到底要糊涂到何时？一会儿醒来后，恐怕天下就不再是你的了，而是我李烨的了。果然是女华陀烈无双，中了噬魂散还如此清醒。那你呢？我很好奇。心底的欲望到底是什么？或者说，你又恐惧什么？
此生已经许了你，就算死也一起吧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把我埋在这儿吧。就算死也不会离开我吗？无双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，难怪孟宝元对你如此失望。放心，你死了以后，我会把你跟烈无双葬在一起的。你以为除了我，陛下会放过你吗？你以为那戒指涂的五毒散是谁下令放的吗？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为你做了嫁衣。李湘，李湘，你不能有事，你不是让我嫁给你吗？我都等了你八年了，你还没有娶我呢，你不可以有事，知不知道？什么？我不要来生，我只要死。天下是我的，凌霄也是。我不允许我信任的人
有一天成为我的敌人。我们只是想讨一份安宁的生活，简简单单的在一起。你不树敌，谁又会是你的敌人？你不明白，皇帝注定是孤命一生，你们可以一走了之，过平凡的生活，可我不能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注定一生孤家寡人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皇位，保住这江山，保住这天下的民。你想保住的只是你的欲望。对，我有欲望，很大，大到你们难以匹及。那是一个统一的国，四海升平，国富民强，众生安泰。可只要我皇位有一丝丝不稳，那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你就可以牺牲掉一切吗？哪怕这个救过你性命，随你征战多年，用生命来唤醒你的朋友。大业未成，我选择的这条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友情只不过是代价高了一点点而已。不是人。我是皇上，天赋神命。带他走吧，等侍卫赶过来，你们就走不了。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再想想，说不定还有更好的。这里就好，能够退出江湖和你在一块儿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。